这一次，我要你死！师祖命我来镇魔除恶，我除了一个又一个，你们非但不收敛，还愈发放肆。师祖本来答应我500年就来接我，可如今已经是第839个年头了，我清除了一个恶障，却又新生10个，除的越多，生的越多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恶障存在，这地狱才根本就空不了。真可怜。你说什么？800年。你的师祖抛弃你了。曹隐兵，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激怒我的话，做得还不错。那个送食人，你一定不是普通的灵人，你到底是谁？